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农村版，本次奖励电饭煲一个，现在有请我们第一主角走上场。来，自你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史一头，今年来自云南。我叫史江江，今年来自四川的。你们的口号是什么？拿电饭煲火箭保护光保护光。李一头请听口令。3, 2, 1, GO! 李一头来到我们第一关跨栏跳一跳，跳得太漂亮了，竟然毫无压力的来到我们第二关空中吃辣条。看他这个吃相，肯定在家里没少吃。通过，来到我们第三关投篮灌筒。哎！哈哈，这个李一头又失败了。非常遗憾啊！现在有请我们。史真香上场，请听口令。3, 2, 1, GO！ 史真香来到我们第一关，看他这个男子汉的身材，应该对这一关没有问题吧？大胆一点，往前一跳，小心你的裙子。通过，来到我们第二关，这一关对1.6米的女生来说应该没有问题。对于这个今年来自四川的辣妹子，辣条应该是她的爱好吧？通过来到我们第三关，这一关还是比较有难度的，一定要看准。太棒了，通过。来到我们第四关，旋转的仙人掌，一定要看准时机，快看他一声尖叫就完美通关。来到我们第五关，摇摆水桶独木桥，小心小心，通过。来到我们最后一关了，胜利就在眼前了，加油加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农村版，本期奖励82年的电风扇一台。现在有请我们第一组选手上场。来，请你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守黑，今天来自贵州六盘水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今天也是来自云南。你们的头号是什么？拿上82人的电风扇，拿上它！来，小黑，请准备，请听口令。2, 1, GO！ 小黑来到我们第一关翻山越岭，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。通过，来到我们第二关空中吃火腿。此时此刻，不得不说他太厉害了。来到我们第三关，哎呀，失败了！哎呀，我们的小黑输了，82年的风扇不是你的了。现在有请我们小白，请听口令。2, 1, GO！ 小白来到我们第一关，看他这条1.78米的大长腿，应该比较有优势。这就是腿长的好处吧？快看，他一垫脚，第二关就轻松通过。接着来到我们第三关，蜻蜓点水。看他这个手法，我有点怀疑他在家的时候晚上是不是偷偷练习过。第三关通过，牛在右边右边。来到我们第四关，骑牛跳跳绳，这一关是比较有难度的，一定要看准时机，快快快，完美通关。来到我们第五关加强版的独木桥，这一关也是比较有难度的，一定要看准。哎呀，很遗憾，我们小白没有拿到奖品哦。82年的风扇我扛回家去了，期待下一期哦。